知名博主长春国贸于8月4日发表博文，称有网友爆料在香港三次偶遇梅婷，并发现其肚子很明显，估计已有八个月左右身孕，怀疑她目前正在香港待产。对此，8月5日中午，梅婷的经纪人陈岩在网上发声，证实梅婷目前已经怀孕，与丈夫在外地待产，但因为丈夫并非圈内人士，不愿透露更多细节。至于网友爆料的照片里的长发男子是梅婷的好友陈飞，陈岩表示梅婷在生产后会再复工拍戏，喜欢她的观众不用担心，也希望大家在这之前让她享受难得的平常人的生活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